啱啱先至喺9月嘅法兰克福车展亮相，估唔到林宝坚尼嘅新世牛开房版 Huracan 咁快就作巡回展出，而香港更加系亚洲区首个展出城市。呢部叫做 LP6104 Spider 嘅开房超跑，同上一代车系格恩度，同样采用电动软缝，不过喺时速50公里以下，仍然可以自由开关房顶，而且只需17秒就可以完成啦。好天唔晒，落雨唔怕淋，自由享受驾驶开房车嘅乐趣。最欣赏嘅系新嘅电动软缝，唔单止采用多接式嘅复杂设计，而且喺尾顶盖同埋车身接合位嘅边位上边，先就左椅背嘅三角尖端位而设计，做成多边形嘅边位轮廓，比一般开房车嘅齐边设计更加美观。LP6104 Spider 采用咗 5200cc V10 引擎，马力达到610匹，配合 LDF 七速双离合气波箱同埋四轮驱动，仍只100公里加速只需要 3.4 秒啫，极速更加可以达到时速324公里。不过车身嘅蒸口气流设计同埋导风位，减低咗开逢之后耳边嘅噪音，俾车主更加能够享受到极速开逢嘅快感。